吗？嗯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个。什么？这箱啊。这个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今天我们去昆明看舅婆，好不好？好。来。好。你看着爸爸。想不想去？想。想去。现在我们收拾行李啊，准备从丽江出发到。到哪里？我考考你。昆明啊，去洱海吗？恭喜你，答对了。有讲理没得嘛？这么难的题你都会。有没有讲理？哎，有。啥子嘛？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昆明一日游啊。嗯。小易啊，今天爸爸就带你去抄昆明哦。嗯。好不好？很多朋友都说你小小的年纪去了好几个省了。去的地方本来就比较多，两个月就出来了。哎呀，有感觉，听得懂是吧？还是妈妈呀。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哇塞，外面全是烟雾缭绕的，是吧？你看一下，你看山都看不到了。没有的，这是这个。嘿嘿，快吃饱了，我们继续坐车啊，去昆明。香不香？香。啊，快点吃哦。哦，没有饭就吃这个啊。哎，对，这个服务区没有饭，我们就吃这个啊。嗯。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有饭就吃，没有饭就吃这个。对。哎，说得很好。我们也几年前去云南的时候，哦不，去海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的吃的。嗯，快吃吧。干啥嘛，小时候。吃。来。吃饱不，媳妇？嗯，小满，到哪里了？舅婆家。先给你，先把你喂饱了都。哎呀！看哪里，小姨，看这边。眼睛闭着你呼气。嗯。一般情况是那么子的噻。先把小姨喂饱啊！来，你吃饱不要哭，不要闹。真的没痛苦啊，你就200多，嘎，200多，要整肥肠啊？肥肠，嗯，整了肥肠有点多哦。哎，可以，它不肥肉。干了。对啥子？来不及了。慢慢弄，不着急，少弄点。今天少煮点菜。哦。你工地在旁边吗？工地。旁边。哦。真是方便些，嘎。哎，这个多少时候煮10多分钟？煮耳朵。2个猪耳朵，好的。两个，都是鱼啊。我还以为是。八毛十块钱。哇塞，每次就像给我那么多好吃。那是噻，还有一个。最喜欢吃的。还有个鸭子菜，马上来。这部分最喜欢吃的。肥肠。啊。二两好高啊。哪个？老二的量好高个。妈妈。嗯。你吃。吃嘛，今天。我包了，快点来。可以不？哎呀，你坐累的嘛，来。好，等等，给我包哈。等等，给我包一下来。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小姐，准备吃饭了啊！这才是好吃的，看没？肥肠，你喝酒啊？鸡肉，来，兄弟，猪耳朵，好吃。最喜欢吃鸡了，没菜，特别是这肥肠，这种家常菜吃鸡的外头安逸多了嘛，是吧？啊，这些天是吃的最舒服的一顿了。好，刚刚都吃了。人家不在于香烟才会在于跟哪个吃，晓得不？好吃，特别是猪耳朵的。你看在这儿来，我是那么夹的，在这儿来吃鸭子，简直就是。我都不会给你夹子。一筷子一筷子的夹嘎。刚刚在舅舅家吃了饭回来啊，今天晚上吃的太饱了，是不是？你哪回没吃了吧？你看肚子鼓得溜圆圆。现在我们刚到酒店啊，因为今天也开了一天的车，现在就准备休息了，妹妹。好的，睡觉。拜拜。